Hello. Hello, 等一下。Hello, Sparky. Hello, 浩毅。Hello, Liqua. Hello, 九蛋。Hello, 小贤。Hello, 天月白斩刀。叫什么老婆？谁？Hello, 西兰。Hello, 天佑。什么都没听到。中秋节快乐！大家中秋节快乐！大家有没有吃烤肉啊？我也想要吃烤肉，我也想要吃。我那天只吃到一片松板猪，虽然有厉害的海鲜。你们今天虽然是中秋节，但今天没有特别节目，你们要看我做作业，因为呢，我们需要交那种 PPT。PPT 那种报告什么的，所以你们就看我做作业吧。生蚝真的好吃，吃的痛快，还不错，蛮意外这个主题会找我去，但蛮开心的。那是跳鼠皮，可以继续看。姐姐在开播，谢谢小蓝续费粉丝团 ，Hello， 谢谢爱心的一封信。谢谢小兰的一封信。哦，我正在吃。谢谢孝贤的柚子，正在吃。谢谢柠檬的 Pop Cat。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中秋节快乐！谢谢孝贤的一封信，谢点的月饼气球，太多信了吧？Hello， 大家，我是不是有新的东西？没有啊，没有新的东西。你不是说有什么特效？嗯，等一下，我原本有这个吗？有。所以没有新的东西，对，没错。好，那他刚刚是叫我开什么东西？不理解。Hello, hello。有一个一定是生的，没有啊，都是熟的。其实。我一开始有想到会不会都是熟的，可是因为我那时候问姐姐的时候，姐姐讲的蛮真实，她说哦，她没有啊，她没有准备好那个吹风机跟卫生纸还有毛巾什么，所以你们回去就这样子。而且我原本就想说那个就是节目嘛，所以而且我原本就蛮想
就是尝试那种像什么 Running Man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环节是惩罚或者是整人的那种，我就已经做好准备，就哦好啊，没关系，反正生鸡蛋就生鸡蛋嘛这样。然后后来就到第三个人在砸的时候，我就想说哈，怎么可能所有人运气都那么好。然后林依云还很紧张，然后后来林依云不是最后一个嘛，他在我旁边，我想说应该不用担心吧，感觉就是熟的。对，光洙臭手，对对对，就是那个，因为我之前就看过这种片段，然后我想说哇，我终于可以体验一下那种综艺的那种哦很好玩的那种感觉，结果就没有生的。自己也失望了一下。谢谢 Jack 的极度爱玲，爱玲吗？谢谢。失望，也没有到说，就是少了一种乐趣。就算不是我砸到，也是少了一种乐趣，看别人被砸的乐趣。想看雨林头发有鸡蛋的感觉，我知道好吗？我看到你的留言了。Hello， 宏伟，中秋节快乐！大家中秋节快乐！喜欢吃月饼吗？上次不是问过了吗？Hello， 应该去买虫虫的。哎，我原本也以为是那种很可怕的。虽然我是没有烤过什么很可怕的东西，但是就我以为可能我们只能吃青椒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很废的东西，结果竟然我们也是肉哎、欸！可是其实我跟你们说，那个肉不差、欸、它很超值的感觉，就是它很多很多片，所以我们最后是吃那个肉吃饱的，是吃那个平价肉吃饱的。对，加什么服务？感觉可以慢慢看 CP 值很高哦。你说我们去吃的那家吗？对啊，虽然我没有吃到几片，但以我吃的那个虾子跟什么生蚝来说，生蚝我原本是真的是我完全不喜欢吃生蚝啊鹅啊那种会爆汁的那种可怕的贝壳类，对，但那天因为那个是奖励嘛，然后就觉得好不容易赢来的，然后不吃又有点奇怪的感觉，然后我想说那就试试看好了，还好吃的那一口它是真的是很厉害的，所以我才敢吞下去吧，应该是这样子说，不然我真的是不吃那种。鹅啊，煎里面的鹅啊什么的，温生蚝，你在讲笑话吗？我没有喜欢吃它，我只有跟他拍过广告，好吗？还是你是认真的在问我说，喜不喜欢吃温的生蚝？是认真的吗？正在开播，你晚点来，好哦。个人分析，内在与外在。个人分析要写什么？好难。个人分析，个人分析。是吃就吃这么高级的，对啊，不然我才撑不下去嘞。他是真的很厉害，传说中的鲑鱼，认真问我哦。那天的还可以接受，可是我比较不会特别去点生蚝类的东西，那就是那种。可是那天吃到真的是蛮厉害的。下
翅种吗？有栗子，他们会挑一整手的。我也会啊。嗯，怎么了吗？我也会啊。本来就不，我哪有本来就不好养？我很好养，好不好？好期待，不要期待，不要期待，因为妈妈会被吃垮。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本来就不吃那种。但真的是蛮好吃的，很棒。已经拍啊，我不是发预告了，不然我预告跟正片分开拍哦。为什么不要期待？就是不要期待。还没打疫苗，但是疫苗约好了。有人会写 PPT 吗？要不要帮我写作业？一秒一秒约好，对啊。还不符合资格，真的、哦？约哪种疫苗？不要告诉你，黑 girl 是什么？黑 girl 是什么？什么？帮你写作业，帮我写作业。你才老爷爷，直接叫人。打什么疫苗可以讲吗？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能讲，但是那个会不能讲吗？打什么疫苗啊？他现在可以预约什么疫苗，就是打什么疫苗。我的 PPT 是什么？关于自己的，很麻烦。快要握手会了，还不甜一点吗？不要啊！这就是我现在想嘴的风格。黑 girl 就是黑社会啊，原来如此。啊，我知道啊，但我没有什么在，就是。我没有听过他们，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不太熟。嗯，那个以前的那个什么，我也就是我知道他们里面大概有谁，然后因为很多什么台湾的综艺节目都会提到嘛，所以就知道，但是我没有特别去 follow 他们。之前的东西，你要99%的巧克力，那我可以更不甜的对待你。甜的你跟我们怎么还需要甜？你问问西兰先生呢 ？AZ 疫苗，有人还是幼儿，对我还是幼儿。国小时期的糖，半糖，哪有巧克力还挑？巧克力不是这样挑的吧？我要来一个半糖巧克力，老板。做好了第一页，我用了这张照片，耶！这是我的封面啊，应该还会加东西啊，只是目前就长这样。我只做好了这个，超废的。今天前面在做其他，跟你讲，所有的功课都给我排在
明天要交，然后我们一直有什么练习啊什么，然后我都不在家，然后就没有办法做，很麻烦。学校作业，对啊，身材很诱饵，浪梦的照片。好，哦，勾滴吧，你要送我勾滴吧吗？我有吃过吗？好像没有吃过耶。没有喝过。哦，对，好像还好。来得及做完吗？这个没有要明天交，这个是礼拜五以前要交。可是我后面几天我也要上课什么的，麻烦。谁让你都要最后一天才做？我没有都要最后一天才做好吗？我也不是故意要最后一天才做好吗？而且我们最近变，我是就是那种回家就直接可以睡着的那种。我不是都会写手账吗？然后我连手账都是就是一直两天写一次，两天写一次，因为真的是会睡着哎。Hello 勇哥，谢谢。Hello 红的名字上面也太多个贴那个。叫什么？马甲啊，马甲，怎么没有加上我的？可以加上我的，其实。谢玉的行李箱，写手账。现在看起来只有十五、十六岁，哪有我？我最近有比较成熟了吧？你满了。笑死！大学的剧本是什么？你是眼你不是眼镜控吗？他就是那个，好好笑。真的只有十六？真的吗？大一年级吗？对啊，大一哦。八岁变得像十六岁。是这样吗？好了，我要认真了。好想参考我的同学写的。最近照片质量真的不错，我有在好好努力排版，好不好？还有很还有至少两个系列的还没有发，所以你们可以等着。嗯，那张主题卡，谢谢。就是各种的风格。哎，但我真的觉得排版好麻烦了，就是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不同时间拍的照片放在同一行上面，因为我还没有进化到我可以把每次的照片修的色调都是同样的，所以就一定要三个三个三个。但我有尽量，就是如果太相同的，我会一天内发完，一天或两天发完，然后有一些就分三天，对，让你有点事情做。你可以去那个啊。你可以去截那种什么官方的影片里面的我，如何？一堆图放上去，是现在靠嘴巴说没有哎、欸，他要我们有设计感，然后而且现在是线上上课哎、欸，完全没有办法上去报告啊。老师感觉就是要直接看，所以而且我没有做过。是这个吗？
我一下。复制。啊、哦，这样子。哦，这样子。好，这样应该可以吧？愿意帮你检查。主旨好像不会那样写，那就是一个，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主题是有一点点类似于自我介绍之类的东西。用 iPad 做简报，对啊，因为家里的电脑很烂，它会宕机，然后我没有耐心，所以就放弃，直接用我的 iPad 做。我是用那个 Keynote， 是这样念吧？ Keynote， 用这个做，蛮方便的。现在不是我不会做的问题，是我没有头绪的问题。高桥成欸，好久不见，报告会用到很多。Keynote， 对啊，全包九月的生写，可以买一台新的。你说电脑吗？等你们赞助哦。小盒子给我，笑死，算了。请问做 PPT 有目录这种东西吗？还是就直接开始主题？剪一剪，没有，他要有主，他有主题的，他是有问题的。我看个人，那我还是做一下好。字体在哪？字体在这里。方便观看，所以我目录啊，啊，懂 ，OK， 叮咚叮咚，这个。配生血让你有动力加满，在夜配生血，嗯，可以啊，可是限动，不然他会破坏我的版面。现在是版面大于一切吗？可以吗？方块石。字体好呢？糖果心情，这什么？谢谢思琪的红玫瑰，还有捣药杵。微软正黑吗？这么。无趣吗？正经八百吗？我想说，可以用一个特别一点，就它吧。哎，用啊！哦，我要自己选，搞什么？糖果，糖果，糖果。谢谢糖果心情，这
掉吗？生成啊！哇嘞，他不理我，欺骗我的感情，算了，不要用可爱字体。星系为什么？那不是很正常的字体吗？虽然我是想要让它好看一点，但是它又不生成给我，我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不动？为什么？要看搭不搭。我原本还想说直接用我手写的，但有点歪，所以我就放弃了。而且有点麻烦。啊？怎么用啊？新增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What？ 买了很多露肚肚衣服吗？没有啊，卷进去的。哦，是这样子。啊，出来了，睡了。贴上 ？What？ 为什么不贴上？什么意思？粗肚肚很迷人。等一下，哦，我要，What？ 怎么用？没意思。哪里还可以打字啊？这里可以打。不是谁都很迷，笑死。Hello， 大剑。Hello， 船长。嗯。我要疯了，等一下哦。还是就直接用这个。我决定直接用手写，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就这样吧。干嘛？等我啊！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要，我不会用。我要。随便来个数字，他握手券就买多少。又在考验我的人性，你真的很爱考验我，是不是啊？我应该要选字的颜色，是不是？看着我念一千。笑，握手券的支票。表妹不能输，三步是多少？一步不是一步是三百五。三步也差不多一千呢。就不错哦。你叫我什么？米酒，你叫我什么？What？ 怎么选这个字的颜色啊？还是我应该下载 PowerPoint？ 令人惊艳的简报，教我啊！啊，我知道，我上网找人家教的影片吗？主题有我爱的人吗？没有。你爱的人，主题，你爱的人是我的话，那就有。在画画吗？不是。三步太狠了，大家那么持球的人，嗯，在我面前羞耻。我们可以一起，反正三步嘛，我们就可以放部电影，然后一起享受那个悠闲时光。30张不够哦，30张你认真吗？这什么数字？刚刚是谁说什么零节到50张？你只要我30张 ？What？ Keynote？ No。PowerPoint。
叹为观止的景象。嗨，大家好。嗨。来，我们来听他说。他用的是 Mac， Hello， 我需要的是 iPad。Hello， 大家。林杰的亮家三十场。你谁来了？好哦。你在那边大嘴巴，笑死。西兰竟然说这样子好，为了要让西兰包布。我们来努力达成目标。Kina 使用教学，你们不要故意在我在认真做作业的时候一直叫我思考好不好？很难呢、欸，三步吗？哎、欸，为什么他可以直接打字？哦哦哦，我要加哦，知道了，好，好，你可以走了，谢谢先生，再见。OK， 继续播音乐，然后我们什么东西？什么意思？中秋还在赶作业，辛苦哦，还好啦。有负责思考的地方吗？你什么意思？插入来源不是这个。咦？直书注解动画效果连接注解不是注解，不好意思，走开走开。谢谢西兰的香槟，罚写历史一千遍，什么历史？谢谢小兰的香槟，选取物件。好，看来我没有看懂。啊，我看懂。啊，好，我看懂了。删除，然后加一个这个昵称照片，不是这个，替用照片，替用照片。哎，真的哎，西兰火箭半价哎，考卷变成考卷，哈哈，好好笑哦，哈，历史小考，哇哦。一千遍很多哎、欸，哇、wow、哦！我一定要打开我的笔是吗？为什么不让我直接用啊？我要用的是这个。收了，删了。
有啦，用两支笔在写，可以这样哦。我好像没有几次被发现的经验，但还是有啦，只是。小 A 班是什么？还有柚子吗？啊？你在跟我讲？对不起，我在看别人。还有柚子吗？还有，要再杀？还要吃啊？好。国小 A 班是什么意思？复写纸。哎，有老师之前有分享过。但是就说会被发现呢、啊，而且那个对啊，一定会被发现，好不好？简体字，三支笔没水，哇哦！资优班大 A 跟啊，分资优班跟管乐班是什么意思？你们是音乐学院是吗？再见，是妈妈那个时候才有这样子分的。像我们的柚子小小一颗的，选择照片或影片来看一下。嗯，用什么呢？用用。吃太多会睡不着？不会啊，我现在超想睡觉的。可是我这样还可以加外框。范例的外框，可是我要怎么再加外框呢？框，看来是没有这种东西。艺术哦，有哎、欸，哦，哦，好，它不是我要的。问 Google， 笑死！等一下，装饰体。看到这里有一个啊，是这样子，傻眼呢，真的傻眼，我终于找到我刚刚要找的东西了。
谢孝贤的梦幻烟火。谢谢。哦耶，终于找到了。然后呢，我要这样子。然后呢？为什么我的字一定都是透明的？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家的城堡的字都没有变什么？黑流星没有被看到什么？来，妈妈看。等一下哦，现在没空。可以改背景吗？看来是不行哎、欸。谢谢西兰的没有电的城堡。谢谢西兰。然后呢？被你吓到？干嘛一直被我吓到？透明。不透明度。这个 K 本是谁？好笑！突然的，是什么意思？等一下哦。小兰，我跟你说，他有电过，他有在别的地方有电过，不然你问孝贤，孝贤有在别的地方送过有电的哦。我好坏啊！标签体验，什么意思？大家晚上好哦，看来是真的假的。神曲物件不是这样子，我要怎么把它移到最下面？好烦哦。街上说出人走的形状，算了。小明月饼节快乐 ！Hello， 谢孝贤的城堡没有电的，谢谢孝贤的城堡，我笑死我！电脑整台送我好了，好啊，谢谢。好的，
太好笑了，这是一个失败合集。台电有股票吗？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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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写好了啦。请问现在是在干嘛？Hello， 大家，笑死了，看得到一点点灯，有啦，有月光，用五十张握手券赌孝贤开不到有电，哎，五十张，真的是被你们笑死，谢谢孝贤的，谢谢孝贤的城堡。
现在有红包。看到谢谢大家。太好笑了！你怎么那么乖，坐在这里啊，啊，先生？先生，你挡住我的镜头了，其实。他是主播啊，你是公主真的被挡到有什么关系？不是重点，是我现在需要盯着我才能坐在这里，知道吗？舒服吗，宝贝？宝贝，你真的很圆哎！他怎么吃？他是吃太多还是怎样？你看他现在就是一颗球呢。好可爱！你要看镜头啦，张 BB， 看镜头。大健，什么叫做这台不是咪蕾台？什么跟 BB 跳夜店？什么鬼？谢谢西兰的梦幻烟火。车速超快是怎样？我们这里又不拼车速的。BB 呀，舒服吗？夜蝶感觉不错，笑死，太好笑了。啊，你坐好，我很累耶。你为什么要打扰我做功课呢，宝贝？宝贝啊，燕子 ，Hello， 燕子。这只狗怎么有假装很认真的感觉？你看得懂吗？你还在看我的 iPad？ 你看得懂吗？啊，跑掉了。你想要走了是不是？跑掉了。睡觉好乖。我成功了，好，我知道了。我成功了。截图给大家看。是删除。我成功了，睡啦。目录。平常也是坐在床上写作业吗？对啊。就是用这个桌子，因为那个我现在的可以用的桌子它有点还是很卡，所以朱里娜，朱里娜是谁？一样的狗，要一样也是蛮特别的耶。九月还要玩十五吗？还是要吧？啊，等一下，我看一下。28号。不是。我一直以为今天是礼拜天的礼拜。我是播礼拜四还是礼拜五？这礼拜。他这个礼拜是播礼拜四还是礼拜五？礼拜四哦，那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礼拜四来就来做东西吧。江江，谢谢我的小柚子。嗯，也蛮甜的耶。
如果是跟思雅一样的狗狗的话，那就跟弟弟不一样耶。什么礼拜四可以洗澡？你平常不洗澡的吗？傻眼。吃柚子这么快，有吗？我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好吃，都不错。嗯，来个性感吃柚子，我没有这项技能嘞。性感吃柚子是什么概念？写性感两个字不会读，吃柚子。我不会性感吃柚子。性感吃柚子是什么？我的性感不是在这个时候，好不好？性感是跳舞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自己脑补性感的感觉，你们自己脑补性感的感觉。性感吃柚子这样，不要再闹了，怎么有点怪？没看过性感，不要打枪我好不好？用舌头舔柚子，柚子，柚子，现在我也舔不到啊。欣然，你有想过柚子的感受吗？柚子舞是什么鬼啊？欣然很脏，叫你的朋友克制一点好吗？不要欺负你柚子。舔柚子啊！水果果实柚子形态的柚子什么鬼？大姐你在干什么？干嘛？手摇饮喝腻了，我从来没有喝腻这件事情。的那个杏仁冻什么茶，觉得寂寞了，一天一杯，你还敢讲？不要跟我炫耀好吗？手包来了。
建伦是不是一天两杯？谁？是巴奇先生。平凡的。都没有中文的其他的字体可以用。西兰，你不能再喝了，你要存钱了。文字颜色样式填充哦、好丑放嗨一点的歌你的歌很想让人家让人家很想听见那放什么这有嗨到吗旅馆，这有嗨吗？我们昨天，我跟林依云还有布丁，我们就放了那种韩团以前什么少女时代啊什么的那些旧歌，然后我们就在跳舞，就在嗨。三周年演唱会的钱，那个很简单呐、啊，那不用存呐、啊。五十八单好像有舞蹈版出来了，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跳出吗？废话，我就是等舞蹈版出来我才学的啊。舞蹈版，但是跳错了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应该是说，因为我也没有学过那种这种舞蹈嘛，所以我只能。看影片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到很准确的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动作的原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其实每个人就是你去看前辈他们每个人跳的感觉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就做你什么东西像是什么，少女时代的第一首歌，什么什么在什么重逢的世界吗？就是那首，抖脚真的那，你说我的预告吗？抖脚就满足了吗？去买那个矿泉水吗？这样还要钱？有自信，你就知道，你还问？你真的很无聊哎、欸。哦，是那个吗？哦哦哦哦，那个吗？马东城。什么可怕的发言？来听听少女时代。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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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o the new world. 已经是第一名了，谢谢啊。那你还问？这首，西兰真的标准处女座。
听啊，我最喜欢的他们的歌也是这首歌。然后里面最喜欢的是润儿，她真的好漂亮。少了一次被雨淋嘴的机会。好哦。哈，我不会设计，我的天哪！想被你，你们好奇怪、欸。滴滴滴滴没有，好啊，可以哦，等一下哦。会做出第二页，有啦，我有在做了啦，有啦。嗯，我在挑字体，你们等我。什么原始？这是什么奇怪的文字？现在是啥作业？同样的作业，同一个呢？而已哦，妈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叽叽叽叽，来了。
一个说要做完，然后加十张，另外一个说做不完。成功的话，你50张。什么鬼？解答一下那个小兰的疑问。什么？小兰说 iPad 可以做作业。可以呀、啊。我在做 PPT。你在做什么的 PPT？ 在讲。在做。类似于自我介绍的东西。大健他在做个人自我介绍的简报。对对对，有点生涯规划的东西。小明那个建议不错，与你分享一句。No， 永远不要。啊，这样子，嗯，挺不错的。不要强制推销好吗？人间日记。是退货吧？这是啥？来握手。我直接会被当掉哦。Hello， 各位，不要给我一些奇怪的提议好吗？我做好第二页了。哦哦，50张，10张，笑死！我没有那么容易教坏啊。还与你分享邻居，好好笑，好克制的神经病啊！门缝里看你是什么意思？耶耶，噔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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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的大叉叉什么意思？哦，是这个意思。我开始下播嘞，但我怕我做完第三页又有人要加五十张，怎么办？我要替你们省钱。干嘛替他们省钱？快继续加码！缝了十针 ，Oh my god！我的粉丝好像没有，他的粉丝都很正常。什么？唯一不正常就是太害羞了。编舞是叫你穿，叫你穿裙子啊？真呆说这句话，你们又不知道事实是什么？我说不定就讲讲而已。那五十呢？别再闹了。高中的太好笑了吧，唯一的正常，你举什么手，你手都放下来。这个去看公司可以不要吗？我在里面超丑的，到时候把那简报直接就是在全班这样播给大家看的嘛。以为是正常，你举什么手给我放下来？你们这些人给我放下来！没有人可以举手。
饭水偶像吗？烦死了。不是天生的，是被剪吧 ？Hello， 他不是我。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送帝王证？今天帝王证也半价吗？安静啦！哎、真的哎。本来很内向，他们怎么才没？是我的问题吗？你要怪小华哥啊？应该怪那个吧，叫那个什么西兰的那个吧。不是吗？明明就是他，我原本也不是这样子的。我做好第三页了，去啊！就讲不出话了，是这样吗？但后来就越来越讲越多，然后还给我用英文这样子。你也超内向的，是吗？我也超内向的、啊。我原本以为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结果其实我蛮害羞的。我只是我本身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只是我比较快熟。是这个词吗？应该吧。你微波炉啊。PARDY。 既然要有诱因啊，你没有诱因的话，你要怎样加慢了呢？害你讲话卡卡，是这样吗？
什么样的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拿很多诱因。我说几个来听听。是个女人怪人，喂！你们要不要跟我认真？你们这些人。心贴心善良吗？温暖的好女孩。他们好像作业里面有要那个叫什么？有要十个人的意见，可是他们要贴照片加名字。可能去问成员吧。我原本想说其实可以剪，因为老师说可以剪影片。可是剪影片我也不知道怎么用。被你骂的笑死，也是因为你们呛我所以才被我骂好不好。我去问成员，对啊，不然怎么办？可是成员也会有版权，我要打人权马赛克。可是是说可以剪影片啊。什么摸屁屁啦，算了，我现在想不出来，算了，我要念吧。Catch me if you can. 少了你加码五十，你加码五十的条件是什么？那你可以帮我拿棒棒吗？他想把你扯到他就为什么？为什么？妈妈吃生蚝加海胆，哈！拍拍在你们。等等啊，我去弄一下。我要把西兰修理一下。哈
我之前学过这首歌哎，可是超久以前，已经忘记了。在什么西门还是？那还学了那个叫什么声 ？Big Band 的歌。干嘛还把它贴在上面？说不要拿掉。记得在那，明明就在这儿。哎、欸，哦、欸，哦，我看错盒了。你先稳住，我再下。什么？反正我们都喜欢看你做作业。我做完再下，我播几天我。为什么记得这次你也到过？没有啊。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说这首歌它只被分到一句歌词，就是那个副歌前面，它就这一句，跟我的什么呢，白色情人节一样。
只有一句歌词，但它就是是什么专门负责副歌是吗？是这样子吗？希兰你加嘛，快点嘛，你加了就可以抢红包了嘛。你今天没进前十啊？没有吧？我看看，刚刚看是没有。对啊，没有。青青猪猪来了 ，taxi taxi， 第十名是玉，谢谢玉。第九名是 Jack， 谢谢 Jack。大家有看到？第八名是小麦，谢谢小麦。第七名是点，谢谢点。第六名是小蓝，谢谢小蓝。第五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第四名是中影，谢谢中影。第三名是 sparky， 谢谢 sparky。第二名是西兰，谢谢西兰。第一名是孝贤，谢谢孝贤。好嘿，拍照。看我写作业OK， 拜拜，晚安。截图，小一颗啊，周四要做什么呢？我还没想到，到时候再说。拜拜，晚安，礼拜四见。